对对，吃了，没用了。这样，往下，是这样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也点了连续达标了吗？那是选择。有精气神。好了。嗯。我觉得你家不是用那么多人总便宜。是不是速度还可以再快呀、啊？只要他愿意。可以啊，对啊，但你摆件能摆那么快吗？还不是摆一个，就咱的手动找位置和你那个一样了。我觉得手动找位置也挺简单的呀，打纸片简单，打前锋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要摆好好几个，是不是很多？他听不见。我会给 P 掉的，到时候。他现在问题是你是这一个没问题，你现在不是好几个前锋吗？嗯，你再对的话都得一个都得对齐。行，我把你的手录进去，他会问我，哎，那只手在那指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手剁了，你好。我那个高大上一点的，远一点的拍摄。宗哥，你可以站进去。这样快，比刚才快。转一圈了吧？嗯，应该转一圈了。好了哈。嗯。